漂亮的方领，然后它的那个绑带你可以自己挑，你要看绑前面或绑后面都可以，绑前面的感觉是这样比较可爱俏丽，然后如果绑后面我觉得看起来就会比较正式比较法式的感觉，而且它有腰身，有腰身，因为它这边有两条前进点，对，它这边有两条线，就是让你的那个腰身看起来是很修饰的，然后又不会到很合身，我现在绑后面我也没有绑很紧，就是绑一点点松松的，就是让你稍微有一点点腰身，然后它侧边这边不会这样，你知道有些这边会这样很飞出去就不好看，可是它这件你看它是其实蛮贴的，我觉得很漂亮，而且它是还蛮挺的那种麻料材质，对，然后它的长度我觉得也很刚好，就是应该小个女生也可以穿，方领很漂亮，今年就是流行方领，如果你不喜欢很紧的话就可以像我这样绑松松的，不一定要绑到就是超级无敌就有腰身，那种淡绿色配那个我们的罩衫其实也是 OK 的、欸、对，因为这两件衣服的颜色都是饱和度比较低的颜色，我觉得这样搭配起来是完全就是不会觉得很突兀的，然后前面是这样，对，璇璇穿这件超有气质的，很有气质耶，而且我觉得它这里又完全修饰，对啊超修饰，然后就是它，我觉得它这边真的是做得很好，就是它这边斜切出去的那个幅度看起来就是像就是有胸有腰，对，很棒，没错，绑带我觉得不绑其实它就有腰身了，对，所以你其实如果真的不就是觉得它这样的摆度就很好看，你其实后面就是稍微你完全不用用力就这样绑一个松松的结，哦对，这样有腰身，因为它其实整件就有腰身，哎，三种的三穿。